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？And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 cares for you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运动频道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计时两分钟的时间来做运动，所以尽量大家坚持在两分钟以内，不要停下来。好，今天教大家怎么起立、坐下。好，注意看老师哦，身体先挺直，两只脚跟肩膀一样宽。好，看老师的侧面哦，看老师的侧面。好，当你在往前的时候，要稍微有身体往前倾，但是背是打直的，而不是驼背的，背打直。然后这时候两只脚一起用力站起来，可以可以哈，我们试试看。可是呢，记得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哦，一起坐来，一，很好，二，很好，我们会做两分钟的时间，很好，来帮助你强化腿部的肌肉。好，记得站起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挺胸，很好。那记得，如果你发现，我的脚像没什么力，那我可不可以扶着墙壁，或是扶着椅子坐？可以，加油。好，一样哦，大家在家里坐一定要数出来，很好，加油，很好。这时候可能会觉得脚已经开始有点酸了，对不对？坚持一下，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是腿部的肌肉，很好。坐下来的时候，请你慢慢坐哦，慢慢坐，坐到的时候才坐下来，很好。所以不要用弹正的方式，会撞到你的尾椎，这样对身体不是很好哦。加油！好，再来就是你在做这些运动，一定要数出来，很好，加油，好，坚持一下。分钟快到了，很好，我们做最后十个，来，十、九。如果脚会没有力的人，可不可以首先扶这里推起来？也可以哦，或是拿有把手的推起来也是可以的。最后五个，五，很好，四，记得椅子一定要拿有坚固的椅子哦，不要拿会移动的椅子哦。就一个，放下来，好，手打开来，做深呼吸，来吸气，好，来吐气，第二次来吸气，好，来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吐气，哇，你做得很棒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Continue the habit of exercising to keep yourself healthy. 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哦。Please share these exercise videos if they are helpful. 分享出去，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哦。